大家好，开饭了，今天龙虾自由了。哎呀，看着都流口水了。还有一个鱼，这个等一下再慢慢吃。这个肉好 Q 弹，蒜香味很浓。这个小龙虾很肥，吃的特别过瘾。来，这么大，这鱼，好香。you
你小猫也留点。哥哥姐姐吃饭了，今天吃麻辣鸡爪、牛肉丸子，还有那个冰草，先吃个辣椒。冰草，面筋。麻辣鸡爪，五花肉，萝卜干，牛肉丸子。
拜拜。哥哥姐吃饭了，今天吃尖辣椒、秋葵，还有红烧肉，还有鸡头，还有豆腐果。先吃个辣椒。好贵，大块红烧肉，秋葵，满足。鸡头，牛肉丸子，拜拜，满满一大碗，好过瘾，再见。